男子不配合盘查，竟然大胆将警方推倒，一路狂奔逃逸，并沿路丢弃身上物品。呼叫支援，发现男子十分钟后又返回超商门口，立刻把他压制在地，逮个正着。警方十号凌晨一点多，在新北市新庄后港一路和捷安街口巡逻时，发现这名男子神情紧张，而且裤头藏有疑似毒品的粉末。没想到员警上前盘查时，男子心虚不配合，还和员警扭打在一块。盘查啊，执行拍收，在犯人裤腰带部位发现一包疑似类似毒品的内容物。男子拒检，甚至还将警方推倒，拔腿漏跑。不过还是南投法网，被扣上手铐、脚铐，狼狈就逮。记者姚立强、蔡玉山新北采访报道。